我讲一下，讲解一下边可变信息，以今天日期2021年1月19号12:22为例，按编辑，按一，按下清屏，功能键按一下。我们先输入今天的时间，12点，对应这个四，按一下四，冒号，我们按一下冒号。同样的话，分的话，我们对应一下这个分，按一下五，之后按个空格，我们空过来。另外的话，功能键切换到字节这边，日年的话，我们一样的，按一下功能键。日的话，我们按下这个三，斜杠按一下，之后我们输入月份，月份的话我们对应的是这个二，按一下。同样年的话，我们切过来，年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，按下功能键，按照字节20要手动输上去，之后功能键按一下，对应的年，输完了之后按确定。这个上面的时间日期的话，就跟随这个是变化的。